狗狗铲躲不掉，妈妈最想摆脱的眼中钉。我们家小孩已经要动手术，他说几个东西给你，打开看我傻眼，医疗的保险。哦，真的是恼火。生完小孩之后偏头痛比较严重，我这个国文同学又来了，可能就是你冤亲债主太多了。我们在国堂就是有在做一个普渡，捐这些钱的话，你的冤亲债主就会消失，你的偏头痛就会不药而愈。你没有跟他说，你就是我的冤亲债主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